现有点紧张。参选台北市长蒋万摩拳擦掌剪彩活动上，抱着小狗很亲民，还夸自己像达人养过三只狗，没想到下一秒。雪纳瑞，才一秒钟就大破功，问他选市长何时正式公布？蒋万看似包袱很多，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时，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北欧宠物旅馆的开幕剪彩。但党内对手罗志强可没像他一样闪躲，不但积极备战，甚至想好怎么对付可能对手陈时中。陈时中当然是民进党目前来说最强的对手啊，因为我觉得不只是我哈，任何国民党的参选人也都不能低估跟轻忽他。想我的长项就是基本上我是百折不挠嘛。首都市长大战蓝绿都不想输，有人宣誓全力以赴，但有人鸭子划水不说破。记者陈旭、许国豪台北报道。